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经本，科会第49面第三行，我们将经文先念一遍。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筑功德，愿生彼国。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啊，舍家弃欲，这一句，昨天虽然呢给诸位说了很多了，但是这个里面的意思非常之深。为什么念佛的人多，真正往生的人很少？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如果你不想在这一生往生，那就无所谓了啊，你明不明了没关系。如果真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呢，那这就太重要了啊。这个两品经呢比什么都重要。舍要一切都放下，舍就是放下。佛在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啊，华严经上告诉菩萨吧，妄想、分别、执着，这三样是烦恼啊，严重的烦恼啊。佛教导我们，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自性清净心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自性清净心是真心，每一个人都有真心。十法界一真庄严，就像永嘉大师所说的，梦境是梦里明明有六趣啊，不但这个六道是个梦境，十法界也是梦境啊。如果要说真实，一真法界是真实的，这一真呢啊，一就是一心，就是这个经上讲的一相啊，一相跟一真名词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念佛的功夫在哪里呢？弥陀经上讲的好，讲的简单，一心不乱啊。啊，我们念佛人的念佛功夫就在一心不乱。一心不乱，诸位想想，你要不能放下，你怎么能得心？一心真的不容易得到。
我们在经教里明了啊，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缘起性空啊！啊，这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会有呢？啊，这佛法讲缘起啊。如果给你讲真相，《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实实真实”，啊，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真相，《金刚经》同学们都念过啊，《金刚经》讲的是真相啊，《心经》讲的更简单。我们总结600卷大宝书，《金刚经》是600卷般若经的纲领，《心经》是《金刚经》的纲要。啊，我们把它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就是指十法界一真庄严。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包括我们的身心世界，这是给你讲真的。这个事实真相就在眼前，觉悟的人他认识，迷惑的人呢，他在梦中在做梦，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啊，古大德叫初学啊，所以初学我们不能够疏忽啊，初学是根基呀。我们今天学佛就是疏忽了基础啊，没有从基础上扎根，所以我们无论听经听多少年啊，念佛念多少年，功夫不得了啊。那么这些正是无量寿经所说的先人无知，不设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没人教你吗？你没有遇到真善知识吗？昨天我跟诸位报告的，我学佛算是很幸运，遇到郝老师，郝老师他一生当中不是教我一个人的，他教的人很多。是这么多学生当中，哪一个听话？听话的人他就得利益，不听话的人那就没法子。我自己学成之后，在海外弘法。那个时候多半的时间在美国、加拿大。每一年呢，总是回台湾一两次，回来一定见老师。向老师报告弘法的经过，请老师指导。我感到非常的孤单啊，希望老师多训练几个学生。我们就有同学了，彼此互相协助啊，对于弘法利生的事情做起来就方便了。老师也点头。我讲过很多次，最后一次老师不耐烦了，他说：“不是我不教啊，你替我找学生。”这一句话说了之后，以后再不敢讲。
我到哪里去找学生？找一个百分之百服从的学生，找不到。对老师的话没有怀疑，不打折扣，一教奉行去做，这个学生真的我找不到。从此以后我不再说，我就想到非常艰难。我们今天这跟到我的人很多啊，有跟二三十年的啊，那么对我讲的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理解，百分之百的相信去做呢？给诸位说，一个都没有啊。教你放下，但他偏偏不放下了。这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佛教给我放下一切执着，你念佛的功夫就得力你今天念佛为什么不得力？你有执着，有执着的人啊，很难脱离六道轮回。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变现出来的所以你没有执着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执着的念头断掉了，六道就没有了，你就超越六道了。所以我们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要执着我们念佛就能够得功夫成片，就能够得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功夫浅，不是很深，但是往生有把握生凡圣同居土啊。如果再进一步能把分别也断掉分别也断掉，那你往生呢，你就生方便有余土再要是把妄想断个一品两品，你就往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妄想是什么呢？起心动念，这最难断的这叫无明烦恼你会起心动念，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会起心动念，不好断。那从起心动念呢，就生分别；从分别就生执着，所以执着是最重的烦恼，最粗的烦恼，粗重。这念佛的功夫，不要问人，问自己我的妄想、分别、执着，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淡薄？你一年比一年淡呢，你就有进步如果执着今年跟去年还一样，甚至比去年还要增长，那就没指望了只能跟阿弥陀佛借一个善缘，是阿赖耶识里种一个金刚种子，这一生不能成熟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就说明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得一心为什么不能够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如果我们把一心不乱分成三品呢，上品的是理一心不乱，中品的是事一心不乱，下品的就是功夫成片那么什么叫功夫成片？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绝对不会起一个妄念，这叫功夫成片那我们的时候不要说是不念佛的时候胡思乱想一面念佛是一面就胡思乱想你这还能得心不乱吗？还能得功夫成片吗那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口念弥陀
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天天想往生，那是你打妄想啊！啊，你真的往生吗？不具备往生的条件。这个条件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句，你们看到上辈有，中辈也有，下辈也有，啊，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也是一个方向。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方向太多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是我们的方向。啊，你如何能把其他的方向统统舍掉，专门走念佛这一个方向，你才能走得通啊！你要是专注在这一个方向，那其他方向一定要放下，一定要舍呀！啊，要放下了。佛法里头，我想很多同学都听说过，古德常常讲啊，大风吹不动啊。啊，大风吹不动，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不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啊，不受外面环境影响了。就是古人讲的“大风吹不动”，你的功夫才叫成品啊！顺境、善缘啊，佛法讲境就是物质环境、外面环境；讲缘呢，人事环境啊，我们。生活环境很好，我们相处的所见的人都是好人，都是善人。啊，你在这个里头生欢喜心，生贪念的心，你就不能往生了。啊，你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啊，还不希望走啊。啊，佛念佛功夫再好。不要说一心的功夫成片，你找到。如果是逆境、恶缘，啊，我们生活环境不好，啊，日子过得很辛苦，啊，遇到的人也不好，啊，都是跟自己意见相违背的。啊，很难和睦相处的，在这种环境里面，人常常生起怨天尤人，啊，总觉得老天爷对不起自己，外面没有一个人对得起我，这个心不能往生，所以善言恶言。顺境逆境啊，都会让你生贪嗔痴慢，你的心啊，随着外头境界转呢，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你的心不清净的，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么现在我们里面的烦恼非常严重，不是这一生的烦恼，生生世世累积的烦恼习气。外面的环境不好，外面环境都在诱惑你。啊，你只要是六根对六尘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是叫你生喜怒哀乐，都是叫你生贪嗔痴慢啊！这样的环境里面修行，
能够修成功，能够往生，非常了不起的。李老师说了，他不是讲修别的法门，别的法门就不必说了，太难了，就是讲念佛法门。一万个念佛人，真正临终往生只有一二人而已，万分之一二啊！那一二人呢，是在环境里面能做得了主的，也就是说，绝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的这种人就能往生。那我们要问问自己，别人赞叹我、恭维我，你会不会生欢喜？别人侮辱你、欺负你、回报你、陷害你，你有没有怨恨心？如果你有欢喜，你有怨恨，你的心就被染污了。你那个功夫成片呢，就破坏了。换一句话说，你不能往生。最低限度的功夫，如如不动。不但如如不动，我在早年离开新加坡，不是离开台湾，到新加坡来，我写了六句话。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好像他们印了很多我想同学们呢，很多都看过。第一句，感激伤害我的人，我们要感恩他，因为他磨练了我的心智，这经得起考验的。伤害你的人，你要有怨恨，要有报复，那你完了，你的麻烦大了。为什么呢？你肯定堕三途，来世呢冤冤相报，冤冤相报就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这个痛苦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何必呢？我们能够原谅他，成就自己的德行，也成就他的功德。为什么呢？没有他，我的德行没有经过考验的，他是来考验我的嘛。都要把他看作是佛菩萨。善财童子一生成就，他怎么修的？就是这样修的。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知识，他有横卧的话，对的，就像老师很严厉的老师，看到你都不顺眼，都想打你、骂你、教训你，老师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对待你的这个心智才能够建立感激欺骗我的人。因为他增进了我的见识。早年有一年我在旧金山，在金山大桥，有一些台湾的同学们出到那边去，我陪他们一道去玩。在那个地方，我的钱包被扒手扒去了，一群年轻人把我包围起来。说外国人呢都是说说笑笑的，我也不留心我那个包背在背后的时候，钱包被他拿去，我很感激虽然损失了大概有1000多块美金现金，我很感激他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是想到中国去旅游
所以这个爬去之后，我就设计了一个药包啊，也许有很多人跟他看到是设计一个药包，哎，就知道防范啊。他拿去的少啊，让我警惕啊。如果他要不偷我的，如果到中国旅行，可能我损失更大了。我感谢他了。你们能有这种想法吗？啊，绝对不责备他。啊，我们彼此双方都欢喜啊。啊，等于说是我丢了这一钱，上了这一课啊。他是我的老师，他给我上课啊。啊，要让我在外面旅行啊，要提高警觉啊。啊，你看看，善的念跟恶念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啊，就看你怎么想法。啊，那个菩萨跟凡夫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想法不一样啊，这想法都善的，我们要学啊。啊，感激鞭打我的人。啊，为什么呢？他替我消了业障。啊，这个鞭打不一定是拿着这个鞭子来鞭你呀，啊，这就是什么？用种种方法来陷害，啊，使我们会受到伤害。啊，我们这个念头一转呢，把这个恶的都变成善的，啊，这个学佛不能不学啊。那甘其遗弃我的人啊，我们被遗弃啊，我们离开台湾的时候啊，离开美国的时候，就像是被遗弃一样啊，因为他教导我应当要自立了啊，所以到最后我们移民到澳洲。啊，我在澳洲告诉大家了，我们一生都在外面流浪啊，啊，现在我们要落地生根，啊，我们在澳洲落地生根，啊，澳洲的条件许可，啊，这个土地物业都很便宜，啊，比这边便宜多了，啊，这一边高级的住宅区，一层楼房啊。都要卖300多万，300-400万的啊！我们在澳洲整个道场，我那个净宗学院啊，整个道场的时候差不多在300万。你看看，我们那里是差不多将近3-4个acre的地啊。那么也那么多的建筑物，很多同学们都去过啊。在新加坡是一层楼房的价值。我住在乡下，啊，我乡下住的那个土地是28个acre，这个比居士林要大好几十倍呀，啊，2栋房子，10个房间，4个大厅，啊，总共价钱多少呢？80万啊，所以我们在澳洲可以落地生根的，在新加坡我们就没有力量了啊。新加坡寸土寸金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贵人居住的，贵人居贵地。所以教导我们应当要自立。年轻的时候，这个到处流浪啊，还没有什么感触啊，年老就不行了。啊，年老的时候确确实实要有一个
小地方能遮蔽风雨啊，能够能够自立啊。第五句，感激绊倒我的人，因为他强化了我的能力。最后一句，感激斥责我的人，因为他助长了我的定慧。一生呢，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这个心境多么快乐啊！一切人都是佛菩萨，一切人都是我的善知识。这个是我跟善财学的啊。早年我讲四十华严啊，看到善财童子，哎，那是我们的模范啊。你看看他五十三参，有善缘，有恶缘，有顺境，有逆境啊。看看他是怎样用的，是什么心啊，怎样来在环境当中学习成就自己的道业，不断的向上提升啊，没有障碍啊。障碍是生在自己啊，你自己有分别，有执着，有烦恼，你就有障碍。如果你能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了，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啊。什么样的环境都要经历啊。善财教给我们叫立思练心啊。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就比什么都重要。菩提心今天简单跟诸位说一说。在观无量寿经啊，这是我们净土主修的这个五经一论啊。观经里面讲菩提心的讲了三句。至诚心，身心回向法运心，至诚心是菩提心之体，身心呢是自受用啊，就是你用什么心对自己，你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啊。回向发愿心是对人，对别人啊，他受用，有体有用啊，啊，体是至诚啊。起心论上讲的呢，跟这个稍稍有一点不一样啊。起心论上讲菩提心之体是执行，自受用了。身心跟经上讲的一样，他受用叫大本心。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清楚啊。执心就是真诚心啊，就是真诚心啊。身心嘛，经论都是一样的。可是他受用啊，说法不一样。经是讲回向发愿，论是讲大悲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回向发愿就是慈悲心啊，慈悲心就是回向发愿啊。可是回向发愿的意思好啊，我们自己所修集一切功德利益，自己不要享受。给别人享受回向啊。回向里面虽然是讲三种回向，回向菩提，
回向众生，回向实际，最重要的回向众生。我有福，让一切众生共享啊，不要自己去想啊。这个里头真的有快乐啊，跟菩提，跟实际相应。古大哥对于经论的注解，注的都很多，注的都很深。讲不容易，听当然更难听得懂。里面特别是身心。什么叫身心？古大德有注解，我们在黄念祖居士这个大经节里面可以看到。他这个注解很值得我们做参考。那么我跟大家讲菩提心呢，我讲十个字。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讲了十个字，这个大家比较好懂。真那不是假的，诚那不是虚的，不能够虚假，要用真诚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用真诚心来对待。别人欺骗我，我还用真心对他，那这样我不要吃亏上当了吗？对，你想到吃亏上当，你就想到我刚才讲的这个六条。学佛学什么？就是学吃亏，就是学上当。吃亏上当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对不迷惑。糊里糊涂吃亏上当，你真的吃亏上当。清清楚楚吃亏上当，你没有吃亏，你也没上当。二是呢，提升自己的德行，提升自己的境界，那你会吃亏上当。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不能不学啊，学了之后你才会像孔老夫子一样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快乐无比啊。你看看世间人吃亏上当，愁眉苦脸，这个菩萨吃亏上当，欢喜得不得了。他不一样啊，一个不了解事实真相，一个清楚明了。凡圣不同的地方啊，就在此地。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所以一定要用真诚心对别人，不管别人欺骗我也好，是怎么样对我都好，我们绝不计较，就是学不执着不分别，这个不起心动念是做不到的，这说实实在在话是做不到的，只要能做到不执着不分别，无论跟什么人相处，吃什么样的亏，你都会很自在，都很快乐。为什么呢？真的要是心里难过，把《金刚经》上几句话念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念作如是观。”念个几句啊，心就平了。不再执着了。心开意解，快乐无比呀！吃亏上当总是自己业障嘛，业障就消了，业障消了，你说多快乐！心得清净，智慧增长，所以一定要用真诚心，
决定不可以有怨恨，不可以怨天尤人，责怪别人那是很大很大的过失。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常常想到受到极大的苦难，极大的伤害，我们要想大乘教里面割礼王割戒身体，你能够想这个你就化解了。割礼王割戒身体的故事在大涅槃经里面讲得很详细，金刚经只是提一提而已，但是金刚经很多注解说得很详细，这个伤害是最严重的，人如仙人没有过失，冤枉啊，也叫冤枉啊，受的伤害太重了，我们今天讲凌迟处死，不是好好的把你一刀杀死，不是，把你肉用小刀一片一片割死，受这么大的侮辱，人如仙人是什么样的心态？一丝毫怨恨都没有，没有怨恨，没有报复，甘心情愿的受这个刑罚，而且还发了个愿，将来我成佛头一个来度你，这个是我们应当学的。那么样的这个灾害都能够承受，其他的这个伤害啊，那都叫鸡毛蒜皮，那算什么吧？哪有不能忍的道理？这个要懂，这是我们真正向佛学习。人如仙人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没有成佛之前，被割礼王割戒身体，这才看出释迦牟尼佛一丝毫嗔恚没有，怨恨没有，他提前成佛了。本来在这个衔接千佛，释迦牟尼佛是第五尊佛，第四尊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成佛，结果是在这个忍辱波罗蜜圆满的时候，他就超前，他就在弥勒菩萨之前成佛了，弥勒菩萨往后。这是经下生经里面记载的，往后是大概好像是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他提前了，所以人如仙人的话兑现了，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如尊者，在释迦牟尼佛会下了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乔成儒，乔成儒就是当年的割礼王，不但没有一点怨恨，我成佛头一个对，你学佛不从这个地方学，你从哪里学？小小不如意就发脾气，心里就怨恨，你学的是什么佛咯？这就不知道了，这绝对不是学佛，我们在讲堂的这个话不晓得讲了多少遍，哪个人肯定要讲，所以我说的话是真的，没有一个真的在学，都是假的，我也知道啊，假的也好，阿赖耶识种个善根，知道你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所以善根成熟，生生世世不是一生的，你这一生要听到之后，你马上就回心转意，
就依教奉行呢，是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善根累积啊，在这一会下成熟。啊，那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成熟的，还要熏呢，熏习啊，来生恐怕还不能成就啊，还不晓得熏到多少生多少世才会成熟。啊，不过昨天跟诸位说过，善导大师讲得好，三杯九品呢，总在遇缘不同。如果你遇的缘殊胜，你的善根会提前。啊，善根虽然不够，可以在这一生当中培养，啊，加速度的培养，啊，能够啊把这个善根提前。啊，这一桩事情，我的经验呢很丰富。啊，我学佛50年，54年。如果真的要像从前算命看相的说，我只能活45岁。假如我45岁那一年就走了啊，要是能往生呢，大概也是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啊，为什么呢？善根福德因缘呢，都不够标准。啊，这个是学佛，啊，寿命也长，啊，多活了30年了，啊，那这30年呢，把我的善根福德大幅度的提升，啊，纵然是不能往生到这个凡圣同居土啊，十报庄严土啊，这个凡圣同居土里头啊。上辈往生呢，我有份呐！啊，方便有余土不敢讲啊，那个十报土不敢讲啊，但是这个凡圣同居土上辈是绝对可靠。啊，我们拿经典呢跟自己对照嘛，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有这个把握了，啊，所以。寿命还是很重要，这个世间修行呢，比极乐世界修行容易啊。古大德讲过，娑婆世界修行一天，认真修行，真修是真干，可以等于极乐世界修100年。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没有逆缘，啊，没有人来磨练你，这个地方的是大起大落。哎，你不会大落，你就大起了。哎，一落的时候就落到三途去了，是不是？所以大起大落，西方极乐世界平平稳稳的，没有什么这个大起大落，所以它的进度很缓慢。啊，这个世界还是有好处的，啊，对于真正干的人是有好处。啊，那么根据经教祖师大德所说的。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如果真正是勇猛精进的，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能够把自己提升到十报土上辈往生。啊，那个古大德也举例子，啊，像这个智者永明延寿，啊，这个莲池大师，他们这些人。那就是提升得很高了，所以要注重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真干修了真诚心，啊，别人用虚伪对我，我对人要真诚，啊，不能有丝毫虚伪，不能有丝毫自私自利。啊，念念呢为别人想，不要为自己想。这个在修行当中，这就是修正。啊，没有修复之前，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想。啊，不替别人想。
现在我们知道为自己想错了，啊，我们念念为别人想，不要为自己想。啊，为别人想是对的呀。为别人想啊，前途是金色光明啊。为自己想是前途一片黑暗啊。啊，这个念头要转过来。啊，真诚。真诚是菩提心的基础。啊，那么对自己，我们就是用无量寿经的经题，清净平等觉，啊，这就是圣心。啊，要修自己的清净心。啊，心清净，身就清净。啊，我们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啊，长寿，做得到吗？啊，心清净，身就清净。决定不受染污，啊，不受外面环境影响，啊，记住古大德的教诲：知事少时烦恼少，摄人多处是非多。啊，这个都是帮助清净心的好方法了。啊，世间拉拉杂杂的事情不要知道。知道多的时候，你的心就乱了，那你心就不清净啊。不需要认识的人，不要去认识啊。认识人多什么？是非多嘛。啊，不要去认识啊。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要谅解我啊。我不认识人啊，见了面了，我认识你的面孔。你姓什么，名字叫什么时候，我从来不问，绝对不会问你的电话号码，问你家住在哪里，不问这些啊，这个样子心才会清净的啊。所以我有四十年，总有至少有四十年没有看过报纸啊，没有看过电视啊，什么广播什么的统统不知道啊。每一天天下太平，后日不知好啊！啊，所以你们生在乱世，我生在盛世。啊，我的生活是像极乐世界一样，哎，什么都不知道。啊，好嘛，心清净嘛。啊，所以要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那么这最近这个纪念啊，参加了很多国际上的活动，那什么，那是大慈悲心啊，看到这个世界的动乱一年比一年严重啊，这个外国许多宗教讲的世界末日，那真的不是假话啊，急急乎乎现在这个社会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末日的现象已经现前了啊，我们如何能把这个现象化解，能把它减缓，能把它往后再推迟，这是一段好事情啊。没有缘分我绝对不去做啊。佛教我们要随缘，不要攀缘。可是我们到处之后啊，这个缘成熟了，他来找我，不是我就找他，他来找我，我要不做啊，那慈悲心就没有了啊，一定啊要做啊。那么这个缘起啊，这个缘也很难得。我到澳洲有同学介绍啊，澳洲昆这个布里斯本有一个多元文化论坛啊，是政府官员主持的，那阶级并不高
啊，就是等于像现啊，这个现世里面有一个多元文化局啊，他的局长是犹太人。啊，犹太籍的澳洲人，啊，他也是犹太教，啊，他主持这个论坛，那么有同学介绍我去的，跟他认识的，他很欢喜，啊，请我在论坛里面做了一次讲演，讲的大家听得很欢喜，很满意，就正式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那个时候我还在新加坡，啊，我记得还有好几次。特地为这个论坛的时候到澳洲去一趟，啊，头一天去参加论坛，第二天回到新加坡来，啊，还有这么几次。那么以后我这就认识了，在这个布里斯本呢，他们那边一些宗教的一些代表，啊，不是领导人，啊，就认识了很多人。那么以后这格里菲斯大学。他们要成立一个多元文化中心，啊，这个局长啊，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局长叫物理，啊，他告诉我有这么个事情。哎呀，不是好事情啊！那当时呢，我就捐了10万块钱澳币，啊，来赞助，哦，他欢喜得不得了。啊，我也不知道行情。啊，到后来我在晓得的时候，这是我第一个捐款，而且捐的数量很大。啊，那么这就跟学校就结了缘了。啊，那捐出去了之后，我们就不闻不问。啊，以后听说佛光山跟进好事情，他捐了15万。啊，过了一年多，我再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就问物理啊，那怎么样啊？你们这个中心建好了没有啊？多元化中心？他说没有啊。他说就是你捐的10万，佛光山住的25万，他说一年来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这人再捐过了。他说很多宗教都说捐了，但是钱都没拿来。那我就问他，你这个中心计预算是多少钱能够建好？他说预算是130万，啊，我说好，那你已经有了25万了，我再给你100万，这中心建起来了，啊，所以他学校对我这个很感激，啊，那么校长，邀请我，啊，这个校长是也很年轻，很有作为。现在他已经调到墨尔本大学当校长了，啊，那升级了，啊，那么格里菲斯大学的在澳洲大概排名是第10几名的样子，墨尔本大概是前3名。校长就问我，那个时候我讲经弘法43年，啊，今年是47年。啊，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我还差2年。校长问我，他说：“法师啊，你在这43年当中，有没有遇到问题啊？你不能解答的？”我想了一想啊，好像没有遇到过啊。哦，他非常欢喜，你才是真正好校长。那么这次之后，这个校长就发动在学校里面呢，大概就提议赠送我一个博士学位，啊，荣誉博士学位，并且请我担任学校的荣誉教授，啊，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们出家佛弟子对这个东西没有用处，你送这个东西给我，我有什么用处？啊，我说如果我要是想要，早年大概怎么着30年前，
我们的韩馆长啊，他的表哥在日本，啊，跟日本学术界很熟，啊，那么他也是个出家人。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在日本大学里面呢，他可以给我拿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我拒绝了。啊，说我们要日本没用处，啊，所以我要跟校长说，校长说不行啊，有用处啊，有什么用处啊？他说现在国际上，很多和平会议啊，来化解冲突啊，促进社会的安定，世界和平。这些会议呢，邀请的都是专家学者，他不邀请法师啊。他说我希望你呀，能够参加嘛，啊，代表我们学校参加。我说那这个可以行，所以这样子接受他的，啊，所以联合国很多会议的时候，我是代表格里菲斯大学。啊，那么以后没有多久啊，昆士兰大学来找，啊，也是聘请我做他们学校的教授。啊，所以我这时候是代表这两个学校，啊，在国际上参加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搞这个工作。那是语言啊，我们自己不能去攀援，攀援就错了，啊，随缘就对了，啊，那么这个事情真的是今天这个社会啊非常迫切的需要。啊，上一次好像是去年，大概也是卫塞节的时候，这个印度教小印度那边举行，有一个宴会，我在宴会上遇到纳丹总统。啊，纳丹总统对我这个情形了解一些，他鼓励我，他说法师这个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去做。啊，所以什么呢都是缘分。啊，那么现在我们在澳洲，啊，澳洲我们的净宗学院原来注册的是宗教团体，啊，宗教团体。啊，那么这个两三年我们在澳洲所做的所表现的，澳洲政府、澳洲这些大学学术界肯定了我们的学院是学术是教育，啊，他不看待我们是宗教，他看待我们是搞这个学术跟教育，啊，所以这个非常难得，啊，那我们住在山上。现在这些政府一些官员啊，跟这些大学里面的校长教授们常常上山来看我，啊，来给我们研究这些问题，啊，所以佛弟子要认真修行，啊，你具足佛所讲的戒定慧三学，虽然这个世间事情我们不闻不问，但是一接触我们有戒定慧的能力帮他化解，帮助他解决。啊，那么今年这个缘呢是越来越膨胀，这个事情都是意想不到的。啊，现在是联合国来找我，啊，不是我找他了，他来找我。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住在这个澳洲的主席。啊，我们曾经在这个开会的时候遇到。啊，去年，啊，我们在一起相处一个星期就很熟了。啊，他是代表啊澳洲。那么希望呢，我们能够把和平这个理念、化解冲突、
促进和平的这个构想和方法，得到这个联合国的重视，他来找我，希望呢我们联名，就他跟我两个联名呢，向联合国提出一份建议，希望呢联合国能够成立一个孔孟，这个名称是我提的，孔孟大臣教育基金会。我们会提出这个名称，这个就是受了汤恩比的影响。这在70年代，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过，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么他这个话是几乎现在全世界人都知道，所以我们就用孔孟大臣教育基金会来筹募基金，来推动儒佛的教学打到全世界，先由联合国来推动，这个就好办了。那这个世界确实就有了一些光明，所以我全心全力来帮助他，这是好事情。那么今年大概5月间呢，我还要到巴黎总部去做一次访问。我们澳洲州主席他大概4月份，这个月份他就要去做这个联系的工作。那么给我们安排的应该在5月6月的样子。希望这个事情呢能落实。汤恩比说的话没错啊。这个孔孟大臣真的能救得了世界吗？你找这些学者专家都给你谈高谈阔论，孔子一定是谈的是4书5经13经。那讲到大臣呢，那一定是这个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啊，楞严经这些大经大论。有没有用啊？绝对没有用。那他讲的话有没有错呢？讲的话没错。我们对他的理解上有差别。他所讲的这个东西啊，这像一棵大树一样，那是花果啊。4书5经13经啊，是儒家的花果啊。这些大乘经论呢，这是佛法里的花果。这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不能化解冲突，也不能促进到和平。你要不相信，我们华严经长这么多年了，你们有没有得受用？你们的冲突有没有化解？什么冲突啊？昨天我跟你讲的，你内心的冲突一桩事情来了，是自利还是利他，不就冲突了吗？你这个冲突有没有化解？由此可知，天天讲大乘啊，没用处啊！化解不了冲突啊！什么东西能化解冲突呢？那个树的根是活的。这个花朵的时候，那个不是你采下来插在花瓶死的呀，是很好看的，不管用啊。所以我们今天对联合国、对全世界介绍，要介绍孔孟的根，大乘的根。大乘的根是什么呢？是善业道，真管用。孔孟的根是什么？弟子规。所以我今天在全世界许许多多重要会议上发言呢，我都是特别强调介绍这两样东西：弟子规跟十善业道。可以能化解冲突，可以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安定和平，肯定有效。我们也做了很多好多次实验了。讲《弟子规》，
讲完之后，听众啊痛哭流涕呀！啊，你们开会发表那么多讲言，有没有一个人流眼泪的？没有嘛，听了无动于衷嘛。啊，真有感动的，真有忏悔的。当时跪在地下的时候求忏悔，又回头的。这个东西要天天讲，要详细讲，不但要讲，还要做。啊，所以这个课程是全世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这个社会问题才能化解。不是一部分人学，一部分人学，那一部分人不学，没用啊！啊，你说这个地方叫《弟子规》，《弟子规》能不能产生效果呢？我没有看到效果出来。啊，为什么呢？叫小朋友学，父母未学，教的老师也没学。啊，别的老师我不知道啊，我晓得这个。会这个误人事我知道啊，误人事就没有做到啊，老师都没有做到的时候，你怎么能教学生呢？教的老师要做到，百分之百做到，父母要做到，小孩肯定会做，你才能把一个人教出来啊。所以这种讲座的时候，一定要有父母，要有老师，有小朋友一起学啊，才能收到效果。啊，那么这是我们现在向联合国建议啊，希望大力啊来推动。联合国在全世界接受他们赞助的学校，小学、中学有8000多所啊，希望呢利用这个学校开课。那么这种课程，我们希望着学校的老师、学生、家长，那么一起来学习，可以先呢示范，示范有了效果，啊，再向外推动，希望世界上每个地区，我们都要去做，啊，越快越好，啊，这样子，灾难不能说完全化解，可以减缓。可以延后，啊，这就是无量功德了。所以从哪里做起呢？从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做起。啊，诸位要知道，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每个人都有啊。啊，只是你被五欲六尘烦恼盖覆住啊，自私自利的心，贪嗔痴慢的心是什么？是变了直的菩提心，它就是菩提心，变直了，它现在长没了，发酵了，是变直了啊。我们怎样帮助它恢复正常？这个最重要，这要靠教育啊。啊，所以现在我常常讲啊，这个中国的教育啊，在全世界讲教育啊，中国第一了。中国教育有5000年的历史啊，啊，那么你就晓得他们中国的教育，他的智慧、他的经验是多么丰富，不可以要忽略啊，这个应当要尊重啊，它这么长的历史啊。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啊。最近我看到这个新加坡好像上个月15号报纸上看的有一篇文章啊，是这个德国前总理
史密特的一番谈话。啊，里面就讲到这个中国的问题。啊，他认识正确，太难得了。啊，绝不亚于他妈。啊，这一边的同学把这个报纸寄到这个澳洲给我看。啊，非常难得。他说的非常中肯，非常客观。啊，尊重中国的历史传统。啊，那么中国把教育看得第一重要。啊，中国古圣先贤教是什么？所教的就是伦理道德，五伦十义，就教这个。啊，教了5000年了，一直到民国初年才活跃了。啊，逐渐逐渐呢，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啊，所以今天遭这么样的困难，现在赶紧要回头，还要把中国老东西找出来。那个东西是宝啊，可以拯救社会。伦理的教育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这五个纲领。这五个纲领如果诸位懂得能做到能落实，这个世间绝对没有冲突。冲突还需要化解吗？不需要啊，没有冲突啊。这个我们不能不重视。你讲化解冲突用什么方法？伦理道德啊，自然的调整啊。我们要知道菩提心里头没冲突啊，冲突是什么？冲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升起。妄想分别执着，佛教我们一定要断掉啊。儒家也是这个说法，这个说法也是几千年前，绝对不是跟佛学的，但是跟佛经讲的完全一样啊。你看儒家讲各无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跟佛讲的没两样啊。啊，所以《弟子规》跟这个《十三业道经》异曲同工，效果是完全相同的。啊，那么《十三业道经》经不长，但是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你看那么小小的一本。我讲过一遍，讲的好像是80个小时。啊，那讲得很详细。后面呢，这是讲到佛法，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啊，那一部分呢，我们现在介绍给联合国，把它删除。啊，只留前面的一半。啊，前面专门讲十三业道。跟这个《弟子规》可以配合，啊，《十三业道》是纲，《弟子规》是末，是细说，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从哪里学习？从《弟子规》学习。你要问为什么从《弟子规》学习？昨天我跟诸位报告，我们敬宗的同学修学指导纲领。就是敬业三福，啊，我就是依这个三条来学的，啊，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一条里面就落实在这个两个教材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实善落实在十善业道。我用这两门功课落实这个三敬业三福的头一条。头一条没有就没有第二条。所以必须在这里扎根了。我要求我们敬宗学院同学两年完成。一定要做到。要不做到呢，那再两年。如果一生做不到，你一生就不能升级。你就永远停留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百分之百做到。就好像盖大楼一样，这是地基基础。你基础不稳固，你怎么能往上盖？这个道理并不难懂所以我们敬宗学院虽然是讲是九年两年基础教育，三年是本科教育，四年是研究教育。如果这两年的时候达不到我们的标准的话，那我们上面就不能办永远停留在基础教育你再往上办没有意思，学不到东西那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扎根要从根本上来学习，发菩提心是根要懂得修清净心怎样保护自己的清净心自己要懂得保护。现在这个世间诱惑的力量太强了这个报纸杂志这个广播都是诱惑一定要知道怎样回避不受它的诱惑。另外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闲话是非，张家长李家短这个通通都是染污，都不是清净所以古大德真正教修行人，叫你什么？少说一句话了，多念一声佛啊！你为什么不念佛就说闲话了？多言必失这是古圣先贤的教诲言语要少。凡是说出来的话要利益对方，要利益社会。如果对这个对人对事没有利益的，你又何必去说这个说话呢，造口业口业是三业里头最容易造的，不知不觉果报不堪设想江一慈居士画的地狱变相图我们居士林也应该要有一张这个一比一的，我看我们这里差不多这个地方可以能够展览展示开他这个一幅画有60米长地狱变相图多看看我们起心动念呢，不可以不谨慎不可以不狩猎那么再其次平等心大乘经教里世尊为我们说设法界的因行设法界是果报果必有因，因缘无量，哪能说得清楚所以佛
为我们说的无量因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选择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佛给我们说了。佛法界的因，平等心。平等心是佛心，平等心是真心啊，纯真无妄的平等心。啊，这个东西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学啊。我跟人平不平等？总是觉得我比别人高啊，他不如我，那你就不平等了。那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有我，啊，我就不平等。啊，你看《法相》中里面所说的。我是莫那莫执，执着这个身是我。相宗里面讲，四大烦恼常相随，你还能平等得了吗？你还能清净得了吗？不平等就不清净。啊，清净跟平等有连带关系。啊，你像这个一壶水一样，啊，水在平等的时候，平等没有风浪的时候，它就清净，从上面可以看到，看到底，啊，它要起了大风大浪啊，它不平等了，它里面就有泥沙带着了，就不清净。啊，所以平等很重要。那我们供佛，各位要知道啊，供佛最重要的是供水。你没有香没关系，没有灯也没关系，最重要是供一杯水。啊，水代表什么呢？清净平等。像你看到这个水，我的心呢，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啊，它是表法的，不是佛后的，佛不要啊。啊，是让我们天天看到之后就想到，哦，清净心、平等心，是代表这个意思。啊，怎样跟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能够用平等心来看待？没有分别就平等了，没有执着就清净了，有执着就不清净了，有分别就不平等了。那么你由此可知，那个烦恼三大烦恼啊，你能够修清净平等呢，前面两种烦恼断了。啊，这个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啊，妄想是无明烦恼，无明烦恼不容易断，先破尘沙无明，啊，破啊不是先破这个尘沙见思，见思破了就出六道了，啊，六道就不见了，啊，尘沙破了的时候，这四圣法界就没有。那往上去的是一真法界，就是这个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啊，极乐跟华藏都属于一真法界，不在十法界里面了。啊，你就晓得这个心多重要。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执着，还有分别，自己就要警觉，这不行啊。这样念佛不能往生了。啊，分别执着全断不容易，总要一年比一年减少，一年比一年淡薄，这样才能待业往生。
啊，这个就是功夫真正得力了，啊，一年比一年少。啊，去年人家回报我，我会生气；今年人家回报我，不会生气了，那个进步了。啊，去年人家欺负我，我还想报复他，今年没有了，这个念头没有了，进步了。啊，年年有进步啊，烦恼要年年轻啊，智慧要年年长啊。啊，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单靠念佛不能往生呐，发菩提心也想专念，你发菩提心没有了，只有后头这个一向专念，一向专念不能往生。啊，你一定是要这个完整的这一句啊，这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啊，发菩提心没有一向专念不能往生，也不能往生。啊，那是善心。啊，那是做一些好事，当然大概果报啊都在天上。啊，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有菩提心，没有一向专念啊，大概都是天道。啊，如果是没有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呢，那最多最多也不过是欲界天。色界天没分呐，啊，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如果一向专念里面还夹杂着名闻利养，还夹杂着自私自利，你就是一天念二十万声佛号，还是堕三途。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乾隆时代呀。慈云灌顶法师说的啊，你们看看灌顶法师《大师至圆通章疏钞》，那里面就有了啊。我是在学生时代，读到这个疏钞啊，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讲念佛一百种不同的果报啊。第一句呢，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我就很疑惑，念佛是好事情，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啊，我就拿着这个本子去问李老师。啊，李老师一看就说：“这个大问题。”他说：“我不跟你一个人说，我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说。”啊，我们一会儿再想。啊，一百条，最后一条。是上上品往生，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啊！你拿着这个佛法欺骗众生啊，图自己的名闻利养，堕阿鼻地狱。哦，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啊！念佛是好事情，一定要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啊，他的用意何在？他用的是什么手段？他的目的又何在？啊，这个里头有邪有正啊，所以清净平等心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啊，去锻炼。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正觉心，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了，所以这部经好，非常非常圆满啊，真的是显密宗教圆融的一部大经啊。经文分量不多啊，这个教义啊是无比的圆满啊，所以古人把这个看作叫中本华严。这个很有道理啊！那换一句话说，这里面跟《华严经》无二无别啊，只是《华严经》的分量大，这个地方分量小。中本华严，那还有小本，小本是什么呢？小本是《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所以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部经。啊，讲的简单介绍，弥陀经。啊，再说详细一点，无量寿经，最详细的是华严经。啊，我在过去也曾经跟诸位做过报告。你要能把这个无量寿经讲得好，讲得透，那你一定要读华严。你没有华严的基础，这个经你讲，你决定啊不能够把它讲得透彻。啊，所以这个华严是佛法里面的根本法门。啊，一切经都透不了华严的关系。但是要知道，一切经落实在十善业道。啊，如果没有十善业道呢，那这一切经呢，都落空。啊，就像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啊，这个五教是五个科目，就是五伦。啊，那么学习的次序。也有五个，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个是明理呀。理明了之后，要落实在生活上，所以后头有个独行，独行就是落实。你要不落实，你那个理不是空的，空理吗？那有什么用处？啊，没有用啊，后头要独行。啊，那么大小乘教理的时候，那就是讲的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后头落实，落实在哪里？落实在十善业道。这诸位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啊，没有十善业道啊，所有佛法都悬空，不得受用。啊，所以我们今天对全世界。啊，因为大家都晓得啊，这个大乘佛法啊，跟孔孟之道啊，我们把这个孔孟之道就是用《弟子规》介绍，大乘佛法就是用十善业道介绍，啊，都行。唯有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个学问是真实的，要真实学。啊，不说空话，啊，我们真正的受用，从这个地方建立基础，啊，无论你学释法佛法，你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啊，学释法，那你是圣贤君子；学佛法，那你一定是佛菩萨声闻缘觉。啊，你决定会有成就。你要不从这根本上结结实实。奠定这个基础啊，那你无论学什么，到后来没有一样有成就，哎，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这个正觉举而不迷啊。那么这是这个经的经题，我们这个经题《大乘无量寿庄严》。是果啊！啊，这是果啊！清净平等觉是因呢，修因才能证果啊！啊，大乘清净庄严是讲的什么？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啊，在密法里都是密严世界。果报啊，都是修清净平等觉而证得的啊。所以清净平等觉是菩提心啊，菩提心里面的身心自受用身啊。清净平等觉是三宝。
清净是僧宝啊，僧这个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啊，清净是僧宝啊。啊，平等是法宝。觉是佛宝，你看这个经题里头啊，具足三宝啊，清净平等觉也是三学，戒定慧三学。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啊。你看看三宝、三学具足啊，这个经上。圆圆满满的啊，所以你一看到经题就生欢喜心啊，圆满去做啊。经题跟经文的关系，经题像文章的题目一样啊，经文是这个经题的内容啊。那么落实在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提升自己的境界，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后面的慈悲就是观经上讲的回向发愿心，这是利益众生的。我们成就了，要帮助一切众生。为什么呢？自他是一体，这个道理大经上佛讲的透彻，整个宇宙是一个法身。你看看经上常讲，诸位也听得耳熟，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问你，你有没有份？当然有份。为什么呢？你是未来佛嘛。那三世佛是讲的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谁是未来佛呢？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共同一法身呐。佛菩萨的慈悲心就是从这个地方生起来的。所以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一切众生与我同体，共同一发生呢，同体不是别人呐，是一发生呐。无缘没有任何条件，没有话好讲的。众生有苦难，你一定要帮助。苦难里面最严重的是他迷惑啊，所以救苦救难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帮助他觉悟啊，帮助他觉悟，觉悟那就你要教他啊，你不教他你就不慈悲了，你不教他你就错了啊，一定要教他。怎么个教他呢？你自己一定要做出样子给人看。佛教导我们，佛做了圆圆满满的好样子。我们跟他学习就没错。祖师大德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净土宗最近一代祖师印光大师。我们提起印祖，大家都非常敬仰我的老师是印祖的学生老师非常谦虚多少次给我讲，他说我们是同学，他叫我要学印祖，以印祖为师。印祖虽然不在了，文超在世
依照文朝修学，就是印祖的学生。啊，那么印祖在近代确实有一些做法了，与别人不一样。第一个，他老人家一生不见道场；第二个，不收出家徒弟。啊，这是给我们后人做了个好样子。啊，为什么不收出家徒弟？不忍心。啊，因为你出家，出家是代表正法入世，代表佛陀的形象。如果你不持戒，你不如法，你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呀，跟破活合身罪是相同的，堕阿鼻地狱。不给你剃度啊，就是不帮助你到阿鼻地狱去，好事一桩啊！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呢。啊，你做的不入法了，这个社会上他不是骂你呀，他把整个佛教连诸佛如来统统的骂上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真叫大慈大悲。啊，那么印祖一生，这个是李老师要跟他学习的，劝人皈依，不劝人受戒。那为什么呢？受了戒他做不到了破戒的时候，你要是劝他说，你要背因果责任呐。啊，所以只劝人皈依，不劝人受戒。啊，受戒时是你自己发心。啊，皈依是个机缘皈依嘛。啊，真正皈依之后，啊，你开始学习，啊，你能不能学得如法，那是缘分的问题。啊，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遇缘不同。所以对人一定要慈悲，啊，慈悲就是爱护，方方面面呢都要照顾到，啊，很不是容易事情。啊，祖师做出了榜样，我们要跟着学习。啊，念佛是末法时期唯一得度的法门。啊，那么印祖教给我们怎么做法？在这个时代，啊，在一起共修的人，他老人家主张最好不要超过二十个人。啊，道场不要太大，啊，太大呢经营不容易啊，尤其是过去啊，中国这个地区啊，一般人民的生活环境啊，都很贫困，没有钱来供养啊。你道场大的时候，你维持不容易，你必须要攀缘啊，攀缘就错了，你的心就不清净。啊，二十个人小道场容易维护，真正就成就。啊，这个真正成就就是看你这个道场啊，有几个修行人真正往生。啊，我们这个净宗是以往生为成就。啊，你不能往生不算成就。啊，那么这些祖师都做出好样子来给我们看，我们要学习，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攀缘，你心就不清净，你心就不平等。
啊，那么换一句话呢，你身体的菩提心没有了。啊，清净平等觉是菩提心，菩提心没有了，你这一生往生的缘断掉了。你说这个多可惜。啊，总而言之，我们纵然是为社会、为别人，啊，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事情我们要做，不能忘失菩提心。如果做这些事情对我们的菩提心有损害，那我们就退回来，我们就不能做。啊，这个不是不慈悲，啊，这是什么呢？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能力做不到啊！我一接触这个社会就被污染了，我自己控制不住，那怎么可以做？那不能做啊！必须的时候，像一般所讲的八风吹不动啊，决定不受外面境界诱惑，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也可以做，也就是说你能够常常保持清净平等觉，你不会失掉心，那个就没有关系啊。那就是入华严清凉大师所说的离世无碍、四世无碍的境界，这个心啊，这个时候你就有义务啊，有责任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你没有这个能力，还会受诱惑，心还会动摇，啊，那你就不能做。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提升自己的境界，啊，这个就没有错处了。啊，叫发菩提心，清净平等觉，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慈悲心。佛经上讲的四种啊，爱缘慈悲、众生缘慈悲、法缘慈悲、无缘慈悲。啊，法身菩萨是无缘慈悲。啊，这个声闻缘觉呢，啊，这个全教菩萨了，啊，那是法缘慈悲。啊，我们世间人这个慈悲呀，好像一切都是能为众生想啊，为世界、为很多大家想啊，这个是众生缘慈悲啊。在一般人的时候，如果有关系的，我喜欢他，这是我的亲人，这是我的朋友，我对他有慈悲心，爱缘慈悲，没有离开烦恼习气啊。所以有这四种，都要能辨别啊。那么对于法缘无缘呢，虽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要学习，要知道啊，对佛菩萨要敬仰啊。那佛菩萨在哪里呢？佛菩萨就在我们身边，前后左右都是的，只是我们不认识啊。如果你要把善财童子这个五十三参学会了，你就晓得一切众生皆是善人，一切众生皆是佛菩萨。我们的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这个心呢，自自然然就升起。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一句啊，发菩提心。明天我们再来说一向专念阿弥陀佛。